Hello, I'm Grace. Nice to meet you. In the following videos, I will explain to you all the contents of HSK Level 2, including initials, finals, tone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grammar. Okay, let's begin the lesson 6. 你怎么不吃了? Text 1. 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New words. 门外自行车 Text 2 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不吃了？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那你还想吃什么？那你还想吃什么？来一点儿面条吧。来一点儿面条吧。New words. 羊肉。好吃。面条。Text 3. 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我去游泳了。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我去游泳了。你经常游泳吗？你经常游泳吗？这个月我天天游泳。我现在70公斤了。这个月我天天游泳。我现在70公斤了。New words. 打篮球。因为，所以，游泳，经常，公斤。
公斤。 Text 4.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了。去北京了。是去旅游吗？去北京了。是去旅游吗？不是。听说是去看他姐姐。不是，听说是去看他姐姐。New words. 姐姐，姐姐。Okay, Chinese grammar. The first one. 疑问代词怎么？用怎么加动词或形容词？询问事情的原因，多表示奇怪、惊讶的语气。For example, 你怎么不高兴？你怎么不高兴？今天怎么这么热？今天怎么这么热？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Grammar 2. 量词的重叠。量词重叠后表示每一的意思，常用来强调在某个范围内的每个成员都具有某种特征。后面一般用都。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同学们个个都很高兴。同学们个个都很高兴。The second one. 这个商店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这个商店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The third one. 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吃羊肉。这个星期我天天都吃羊肉。Grammar 3. 关联词因为所以。连接两个表示因果关系的分句，前一分句表示原因，后一分句表示结果。使用时可以成对出现，也可以省略其中一个。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去学校。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去学校。The second one. 因为他每天跑步，所以身体很好。因为他每天跑步，所以身体很好。The last one.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 Okay, practice time.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 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You can post the video and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Okay,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correct answers. The first sentence. 这儿的衣服渐渐都很
漂亮。这儿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The second one. 女孩们个个都很高兴。女孩们个个都很高兴。The third one. 因为天气很冷，所以我生病了。因为天气很冷，所以我生病了。The last one. 因为下雨，所以我们在家吃晚饭。因为下雨，所以我们在家吃晚饭。Chinese pronunciation. 句子的逻辑重音。一个句子中，说话人想要表达比较重要的信息或者内容，往往要说的重一些。这个重读的成分叫做逻辑重音，逻辑重音又叫强调重音。在不同语境中，逻辑重音出现在不同的位置。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谁在房间学习汉语呢？谁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The second one. 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同样一句话，逻辑重音的位置不同，语义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For example, the first one. 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是他在房间学习汉语，不是别的人。The second one. 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他是在房间学习汉语，不是在别的地方。Okay, here are two single component characters. The first one is 门。门本意是房屋入口处可开关的两块门板。门。门。The second one is 羊。羊。字形像正面的羊头，表示羊的意思。羊。羊。And its radicals. The first one. 反犬旁。反犬旁。一般和动物有关系。Example characters. 猫。猫。狗。狗。The last one. 心字底。心字底，一般和人的思想活动及情感有关系。Example characters. 想。想。念。念。Okay, that's all. Hope you enjoy my videos. See you. Hi,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赞吧。期待你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提醒哦，我会经常更新的。